例一修，国民党团期盼县政府制定特别自治条例。波隆特咖喱路炮年底安农溪畔登场，绿博栽种有机蔬菜，这阵常青食堂让长者吃得健康。云水日托庆祝母亲节，赠送爱心太阳眼镜。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蓝夏如，感谢收看今天的宜兰新闻。县议会国民党团认为一例一休是一项劳工没休、雇主前休、政府蒙休的三输政策，因此今天特别召开了记者会，要求县府以周休二日作为基础，依照产业的特性制定不同的自治条例，创造劳工、雇主、政府三赢的局面。县议会国民党团今天召开记者会，批评蔡政府一例一休的政策，不但劳工没有办法正常休假，雇主也没有获利，更让政府蒙休，是一项三输的政策。好多工哦，拢无他休，伊还阁找两个工课，才有法度大家以过去迄个收入、迄个生活。啊，商业钱嘛收去，无赚钱，因为伊工课做袂顺，劳工欠伊好势，所以讲伊也无赚钱。啊！咱政府呢蒙羞，三输政策安尼落来，糖输、罗岗输、三角输，政府嘛输。他应该是化繁为简啦，袂使政策吼安尼变甲非常的这个繁琐吼，互劳方甲资方会当无法度了解，啊，造成吼大家对一休一例安尼争议不断。一例休不满的人已经有六成五以上，不管啊，这个一例一休这个问题来讲的吼，啊，希望咱地方政府吼，咱吴作存嘛讲，因为这就是中央一例一休这个法令属性，咱地方袂当接受吼。拜托讲吼，会当予咱宜兰这罗岗一条的活路来生存啦。党团也建议政府应该尽速邀集产业界和劳工界来共同协商，并做出适当的修正，拟定一套县民期待的一例一休自治条例，送县议会来审议，替宜兰的产业和劳工找一条出路以及活路。宜兰管政府罗岗处对于这一个一例一休的这个条例，除了宣导以外，爱个辅导，有法度予咱在罗岗会使像较早一样薪水有赚。赚较济，然后伊慢慢又滚。咱的这头家，伊嘛会使做搁较好，薪水免支出较济，会赚搁较济啊。这毋才是上好。我希望说，咱宜兰县政府这边吼，应该要符合这个一休一例的精神吼，是不是各个产业界、各个类别不一样哦，来做一个座谈会，啊，符合一休一例这个精神啊，做稍微一些改变，唔当到时候吼，现在。在七月一号以后要做一个采访的动作哦，我希望讲咱县政府这边哦，应该要符合这边哦，应该先慢去做采访动作。建议应该管政府啊，应该是多数啊，甲工人啊，应该家己去谈一个，咱要安那去发。啊，但安尼若拢收起来是啊，工人枪枪烟官加油哦，袂当做工作真济，啊来袂当顾好。咱社会其他，希望咱相关的单位过来定一个条文出来。对此，劳工处表示，一例一休不够弹性，各行各业未必都能适用。县政府会以辅导为原则，做好业者和劳工的桥梁。另外，劳工处也会办理宣导会，收集各界的意见，反映给劳动部，呼吁尽速透过施行细则修改或以行政命令来因应企业需求。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采访报道。你有听过博农特咖喱路跑吗？这项非常有趣的活动是起源于日本，参赛者四人作为一组，有的拿着咖喱、红萝卜、洋葱还有猪肉等等不同的食材，跑到终点一起来烹煮，一起来享用。而为了宣导这项活动，日本咖喱达人小林大辅今天特别来到县议会拜会议长陈文昌，希望12月17号能够在安农溪畔来举办这项路跑。
日本咖喱达人小林大辅今天特别前来县议会拜会议长陈文昌，洽谈今年继续在三星办理佛蒙特咖喱路跑相关事宜，并且达成共识，决定今年的12月17日再度在安农西畔举行。那参赛者的话，就是分四位一组，那分5公里、4公里、3公里、2公里。那5公里的话拿咖喱块，4公里的拿洋葱，那3公里的话拿马铃薯跟红萝卜，那2公里的人拿肉。那大家跑完之后集合那个食材到定点之后，我们大家就可以一起做咖喱饭，然后一起享受那个咖喱饭，是一个非常有意义而且非常适合亲子的一个活动。那这次的活动日期呢是在12月17号，那在宜兰的三星乡的行健村。议长陈文昌表示，安农溪绿草如茵，河畔高端地适合休闲活动，地点相当适当，特别是活动所采用的在地食材，正是宜兰在推动的有机农业，符合路跑所提倡的健康概念。去年第一遍来台湾宜兰三星乡上水的安农溪啊，特别是迄个所在兴建游击村啦，所以这都符合民公司的这个营业的这个诉求啦，就是讲爱健康的啦，吼爱有机的啦，吼啊，所以伫办路跑嘛，已经办30年啊，第一遍来宜兰办，唔捌讲做连续来办啦，所以对宜兰三星安农溪，对那个环境、对那个生态、对那个行政有气村的，特别情有独钟啊，嘛都都下着因公司的这个经营的这個精神。佛蒙特咖喱路跑在北海道已经风行30多年，参加的人很多。今年安农溪的赛事限定100组，有意参加的人要赶快报名。若是报名超过100组，将以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采访报道。而正在举办的绿色博览会，东山乡公所配合着今年的绿色博览会，在园区内规划绿径场还有瓜棚等等，栽种了超过100种的有机蔬菜，而且现在正是瓜果成熟期，公所将要在绿色博览会结束之后将采收送给乡内9间的长青食堂，让长辈们吃得更安心。严选蔬菜送长青，有机无毒，健康99。在众人的见证下，有机蔬菜捐赠食堂仪式正式启动。公所表示，配合绿色博览会，利用附近农地规划菜园跟瓜棚，栽种超过300种的香草蔬菜，作为食农教育。而随着绿色博览会将在14号结束，因此公所要将这些健康蔬菜送给乡内9个社区的长青食堂。成熟的这些蔬菜啊，有120种，啊，咱即马就来分予咱东山的高的啊长青食堂来分享哦。啊，咱强调是无毒有机的吼，所以讲吼，要在士大人食了嘛爱健康。啊，咱今仔日办这个活动，就是要予啊咱的乡民讲，就是爱无毒耕作啦吼，啊，予这些啊长者食咧安心啦。对公所的用心贴心，社区非常感谢，不但可以减少食堂费用开销，又能吃得健康，而代表更期望以农业发展为主的东山乡应该更积极推动友善有机的优质产业。友善无毒耕作的这些蔬菜送给我们长青食堂，真的是又不用花钱又吃得健健康康，我觉得我们乡公所办这个活动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让我们的长者能够有一个很好又健康的蔬菜可以食用。那这次种的这有机蔬菜啊，可以说成果丰硕，哦，但对我们看到我们这些所有长者也都分享的，哦，非常的开心。我也希望可以借着这次，哦，我们所有力博推动这个有机，哦，这个成果好，连工那也当个规划个较好诶，好，这叫做一个新的一个起点。那我们也可以提升农民的一些哈经济，这个经济作物的一个价值哈，他们产能的一个增加，啊，那不断哇，不仅哦可以打响那个我们东山的一个名气了哈，那也可以为我们东山在农业再打出一条生路。5月15号起，社区可先向公所登记，采收当季最新鲜好吃的蔬菜，作为长青食堂的食材。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
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县政府为了感谢妈妈们平时的辛劳还有付出，特别在母亲节的当天要邀请妈妈们免费来游绿博。只要妈妈在园区的门口大喊着我是妈妈，工作人员就会马上回应你母亲节快乐，欢迎妈妈们免费入园享受大自然。还有另外一场庆祝母亲节的活动是在云水日托站。云水日托站已经开办六年了，在母亲节的前夕，公所特别来到六节社区活动中心举办庆祝母亲节的活动。公所还有准备360副的太阳眼镜要赠送给长者，让他们在夏天也能够保护灵魂之窗。教区乡长林其忠来到六节社区活动中心，特别戴上了太阳眼镜，并且赠送给这些长者每人一副时尚太阳眼镜，总共准备了360副，全部由上和国际有限公司捐赠。阿公阿嬷们也等不及拿起来试戴，只说年轻了好几岁，也能够在炎炎的夏日烈日当中保护他们的重要灵魂之窗。看起来哦，啊，加尽量啦，较袂遐热，保护目睭，对，保护眼睛，很棒。感谢乡长，我骑摩托车出去都会带啊，对，太阳很大我就会带。根据调查呢，糖尿病是咱老伙仔吼，一破病吼，这十大因素里底第一名，所以讲咱的良运池塘的目睭啊，先顾好。目睭若顾好，基本上啊，咱对这个糖尿病防治吼有第一线一个防治的这个功效。所以讲，我今仔日呢，啊，今仔来参加每一个店家，我拢送伊一个植入这个啊太阳眼镜。啊，另外呢，啊，咱一间迄落超市吼，参咱联络劝募中心的啊，然后佫啊送蛋糕啊来吃老伙仔吼。另外欢度母亲节，乡长以及社区也送来了蛋糕以及准备康乃馨送给伟大的妈妈们，乡长还高歌一曲一同欢度母亲节。大家这个饮水日都赞吼，啊，现在愈办愈好，啊，愈侪社区拢陆续一直加入吼，为了要鼓励咱社区吼，继续来办这个饮水日都赞吼，啊，或者老人会当做伙吼。所以阮今仔日伫这个母亲节进场呢，也特别选六个社区吼，啊，这嘛是我出生的所在，啊，请阮这店家大家来做伙吼，啊，欢度一个快乐一个母亲节。礁溪乡公所自民国100年起，委托南洋仁爱之家开办云水日托站，照顾乡内的银发长者，已经迈入了第6年，至今服务了白云、德阳以及六节等14个社区，期望让长者快乐生活，延缓老化。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另外，宜兰县长青照顾关怀协会也为让日托的长者感受到温馨的五月天，在慈济还有社区的协助之下，在东山乡立老人文康中心举办了浴佛还有团康的活动，不但长辈们开心，就连演出的妈妈也觉得很有意义。在慈济志工的引导下，阿公阿嬷虔诚参与这项浴佛典礼，感受身心的净化。礼佛祖，鲜花香。所有青沟社区妈妈更是用心准备活力十足的舞蹈，带动现场气氛。台下阿嬷也跟着节拍来舞动，对长青关怀照顾协会的母亲节活动感到肯定跟开心。我和你是我的画布，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我和你是我的画布，我要保护你。安尼办真好，啊，都大家拢真欢喜安尼。感觉真欢喜，真好。庆祝我们的母亲节，然后。给所有的母亲哦，很快乐、很健康，祝福他们。啊，我家哦，今天有邀请社区跟我家、我这个日托中心的所有的长者一起来参加哦，一个最开始的前面的浴火，祝福都所有的母亲都很健康，都很快乐。
其中本身也是母亲的社区妈妈，对能奉献一己心力陪伴长辈欢度佳节，他们都觉得很有意义。是庆哥寿喜来，系啊，啊要来表演哦，即个妈妈看，嘿，感觉什么？真欢喜啊！因为吼，我拢一直拢是拢在有在表演啦，啊因搞鸟请来，我来要表演，义工来表演啊呢。蛮祝福因妈妈节快乐，对啊，母亲节快乐，嘿。你家己来跳舞，啊，你家己嘛做妈妈。哎，我拢是做妈妈，我拢做。来参加这个跳舞啊，你。真好啊，我社区诶，那么发展会来有这个活动，互阮大家拢这个表演的空间，啊来表演了再老伙仔看。带着康乃馨跟寿桃，还有各界的祝福下，相信不论是阿公阿嬷，都是欢喜来过节。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而在端午节的前夕，联记飘香钻集合善心人士的美意，在宜兰县内捐出了15000颗的爱心粽子，用来关怀县内的社福机构以及弱势家庭等等。而今天也在礁溪乡公所发放了2000多颗的爱心粽给弱势家庭，让他们感受到温馨的端午佳节。联记飘香钻早上9点在礁溪乡公所前的广场发送2240颗爱心粽，由联记飘香钻的爱心志工团亲自发送粽子给弱势乡民的手中，让弱势乡民和亲人分享美味的粽子香。啊，端午节快到了哈，啊，我们联荣公司呢，为了要体恤我们低收入户哈，啊，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呢，啊，所以特别在全镇发。这个粽子哈，啊，总共发了15000颗，啊，今天到郊区来，大概，啊，我们大概低收入部分呢，啊，总共会发啊2240颗，啊，让这些低收入能够在节俭呢，感受到所有的关怀跟温馨。端午佳节的前夕，联记飘香钻集合善心人士的美意，在宜兰县内总共代捐约15000颗的爱心粽子，用来关怀县内社福机构及弱势家庭等等，陆续将粽香来飘送到弱势家户，提早让弱势族群感受温馨的端午气氛。去年开始就是说，本来我们是用义卖的方式要去做筹这个钱，然后来就是发送爱心粽。那今年就是变成说，大家觉得说这个很有意义，结果我要办义卖，没有人要跟我买，他们说我要直接跟你订，你直接帮我们捐出去就好了。那联记我们是带头，我们捐4000粒给一些就是比较低收入户的，然后独居老人都有送。那其他的人他们就是响应跟支持，所以今年这样子大概是15000粒的爱心粽，就是在各乡镇发送。联记飘香钻也借此抛砖引玉，希望有意愿做公益的民众或是企业团体一同来加入赞助爱心粽子的行列，让每户家庭都能闻到粽叶飘香，共同为社会弱势族群付出，关怀社会角落真正需要帮助的边缘人。宜兰新闻记者徐世民采访报道。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在炎炎的夏天吃西瓜，又能够做爱心哦。曾经是街友的阿中，在仁安基金会的协助辅导就业之后，现在做起了水果批发的生意。而得知基金会筹募物资相当的困难，热心发起了义卖的活动。原本每颗大西瓜卖300元就已经很便宜了，而他还会捐出100元来做爱心。画面中这些大西瓜虽然一颗卖300元，跟市价差不多，但是每卖出一颗就100元要捐给仁安基金会罗东站。这是阿中的心意，因为当初就是基金会的关怀协助，让他人生重新有了希望。对对对对，好，过来。哦，好，这个哦，好。身体不好啊，还是基金会搞到搭三工转来啊。现在就回馈啊，哎哇，一做你就做啊。阿拉回馈，一个西瓜就300的，哎，关100啊。最容易消暑的方式就是吃一些西瓜解渴这样子。那其实这一次因为刚好端午的经费有点困境，那我们服务的对象阿丁，他刚好自己有在批发西瓜，那他希望透过
回馈的方式来回馈给基金会，他希望帮助到更多的人这样。基金会表示感谢阿中的回馈，也希望更多街友要对自己有信心，因为天无绝人之路。其实我觉得阿东他们，其实他们在生活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挫折的情况，那其实只要适时的拉他们一把，然后协助他们，他们就会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人生。那其实对很多个案跟很多北北他们来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他们可以重新爬起来，那也可以让也可以让更多人去效仿他们这样的精神，就是施比受更有福这样子。这项西瓜义卖每颗300元，地点在罗东纯金路2段93号，就是仁安基金会罗东站。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迈入第7年的美国加州沙加缅度台湾文化基金会高中职卓越清寒升学奖助学金，从6月1号开始受理申请，到8月11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高中职应届毕业生踊跃向学校来提出申请。沙加缅度清寒奖助学金从2011年发放至今已经6年，共颁发550万的奖学金，超过250位学生受惠。今年更扩大参与，将部分私立学校纳入奖助范围。啊，咱宜兰的9个高中职的学校，就是咱要关注的对象。所以宜兰的9个高中职的学校校长甲这老师吼，我每年拢为着咱这个吼来跟咱斗三工，所以今仔日咱安尼开始这个宣布了呢，以这个9个高中这个学校，大家拢点当起来。我们想要关注的是全宜兰县所有的高中生即将要升大学的，需要这笔奖助学金来协助他升学圆梦的孩子，所以是扩大的所有的公私立学校，只要符合我们这个奖助学金想要挹注的协助的对象，我们都欢迎各校协助孩子们来做这样子的申请。今年除了原有的名额之外，郭雨欣纪念基金会特别提拨10万元，作为就读农业科系学生的奖助学金，有5个名额，每人2万元，并且从6月1日起开始受理申请，到8月11日为止。第6月7日开始，到8月10日为止，请咱宜兰县吼，在宜兰县的学生吼，拢有机会来申请吼，是伫高中3年，要申请大学诶学生囡仔才有这个机会啊。请宜兰县所有学生，高三毕业所有学生啊吼，把握这6月7日甲8月10日这时间来踊跃来申请。基金会希望透过奖助学金的发放，协助优秀青年持续升学，并激励学子孜孜不倦，力图上进。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新闻最后，一起来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明天宜兰地区是阴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情况，降雨几率是90%，气温是24度到28度之间。接着来关心雨夜气象。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我是蓝夏如，感谢收看，祝福一切平安顺心，也假期愉快，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